Yo, what's up, 大家好，我是阿刺。那今天呢，我下载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模组。这个模组呢，可以变成 Minecraft 里所有的生物，但前提是呢，你要杀掉它才可以变成。就是我们杀掉生物之后，就可以变成它的样子。而且特别的是呢，还可以拥有它的技能。像是最后我们变成了那个中介龙，我们可以拥有它的技能，然后我们可以喷火之类的。哇，真的是很有趣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体验看看。那在开始之前，请先把这上面的一个赞，还有对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影片。Alright， 那我们的挑战开始 ，Let's go。OK， 我们来到了这里，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生存，然后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希望可以找到钻石，然后这个变身的模组，我们可以看可以变什么，我们先来砍树。OK， 我来一些木头，然后把它合成木板，这些基本的，然后做一些基本的工具。先来做一个木镐，然后这有个洞窟，哦，那里有铁。OK， 我们就来做一些石头的工具，做个石镐，还有一把石剑。我们就出去捕猎一下，看我们可以变成什么。然后呢，想变古力派，因为可以拥有它的技能，那个爆炸的技能，我想尝试看看。哦，这一个古力派 ，OK。然后我不要给他自爆 ，OK， 我要打掉他。Oh shit！ 啊，刚刚我卡次还没有打死他，这样不用紧张，我们再寻找另一个。哎，这里有些绵羊耶，我们杀一些绵羊吧。我们就来变绵羊看看。OK， 杀掉这个绵羊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变羊。Oh my！ 哇，我现在变成了一只绵羊，哇，很可爱。OK， 我们来变马看看。我现在以一个羊的身份杀掉这只马。OK， 我现在可以变成马，然后变成一只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是，然后我的命，哇，两排耶，哇哦！我现在变成一只马，哇，这个模组真是很有趣。然后我想找一个比较厉害的，我们再找看有没有古力派。哎，这里有蜜蜂哎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来变成蜜蜂看看。该死，蜜蜂该。OK。然后我现在可以变成，我可以变成一只蜜蜂哦。然后现在可以飞 ，Oh my， 哇，我现在可以飞啊，我变成一只蜜蜂，哇，我现在很方便哎。然后哦，这里是海豚哎，我们来试看变成海豚吧。OK， 现在我要变成，哇，等一下有很多僵尸在追着我，海豚，随便找个海豚。OK， 我射死他了。然后我现在可以变成海豚哦。Oh my god！ 哇，我现在有呼吸的效果。然后现在我觉得我们先寻找我们的钻石吧。然后这里，哦，哇，等一下这里很多怪，哇，还有古力帕。OK， 我觉得我们先挖一些矿吧。有没有看过一只蜜蜂在挖矿？Oh my god！ 我在做梦。OK， 我们又来到了洞窟，然后这里有一只古力帕。然后我想变成古力帕。OK， 来，该死古力帕。哦哟，飙爆！哦，该死古力帕哦，不要该 ，OK yes， 我现在可以变成古力帕哦 ，OK， 我现在变成古力帕，然后可以爆炸，按 R， 哦，哇，真的可以耶 ，OK， 我现在有爆炸技能了 ，Nice，OK，、okay, 我看到同类哦，然后哦，我变成古力帕，那个古力帕就不会爆炸 ，OK， 然后我现在就自爆。哦，我这样就可以杀掉他了。OK， 哇，我这个哇变成古力帕好像蛮有用了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来挖一些铁。OK， 挖来一些铁，然后我们就来做个熔炉烧一些铁。然后我们现在再去找看看还有什么生物可以变。然后我们来寻找看有没有蜈蚣。哦，这一只蜘蛛。OK， 盖蛇蜘蛛。然后可以变成一只蜘蛛，哇哦 ，OK， 变成任何的生物真是太好玩了。然后变成蜘蛛好像可以爬墙耶，哇哦 ，OK， 我现在有爬墙的能力。OK， 我们就往下挖寻找钻石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峡谷耶 ，OK， 然后哪里有钻石 ？OK， 我们再寻找看看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僵尸 ，OK， 我们变僵尸看看吧。我先变成蜜蜂，然后可以飞行，然后就这样子打那个僵尸。僵尸好像应该没有什么用哦，但是有一个蜈蚣要射我。我先变成古力帕防身，然后哦天啊，哦看到钻石了 ，yes。
OK， 我们发现到了钻石 ，Yes， 我们的目标达成 ，Yes， 两颗钻石。OK， 那我们下一个目标呢，就打败中介龙，我想变中介龙看看，我真是很期待。然后我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个系列，那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还想再看的话，你们记得在上面点个赞。然后下一个目标呢，我就希望可以打败中介龙，然后变成中介龙地狱生物给你们看。Alright， 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希望你们喜欢。Alright， 那我们下集再见，拜拜。诶，这里有个 Enderman 诶，诶，变成 Enderman 看看，看能不能传送。OK， 打成 Enderman， 然后变成 Enderman 看看，然后 OK， 我有两排的命，然后可不可以传送？然后按上 R， 呜，可以耶，但是它传送不远。再来瞬移，哇 ，OK， 那你们还想看我变什么？记得在下方留言，然后就尝试变给你们看。When I wake up, I feel cozy, yeah. Can you hold up? Don't need no coffee yet. Got no makeup. How do you look so fine?Bless up, how did I make you mine? Stay a minute, another minute.